哟，啊，打架！哈，打架！救命啊！我被打了！哇，很痛，很痛！怎么会有火人躲在那个坑里面呢、啊？阿兹杀不掉我啦，不过我很赚。你看，我附魔之带已经跌到25了，还跌了一层灵魂收割。一打二，我赚两层，对面啥都没赚啊！转翻转翻，哇，塔里克送血啊！留我一起挨打了。我也一起被烧到了，这就是友情吧？哇，好烫啊！快点补血哦，兄弟！我觉得塔里克一等就应该点补血的，因为一等的晕实在是太难中了，完全是个废招。哦哦哦哦，点护盾也不差哎、欸！哎，晕倒了！去哪里啊？呼呼，带走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！晕死他！我要不行了，你加油啊！他可能会闪过来杀我。哎，哈，果然是闪过来杀我。布兰德没闪。没有没有，这样子我很赚啊！我原本就要回家了，还逼他一个闪现。真的出来就杀他。来上哦！其实大家可以先给我放，他先给我放晕，然后我飞上去了。啊，就可以像这样，有没有？完美配合。这个跟之前的塔里克黑人蛮像啊，塔里克黑人就是这样玩的。W， 三秒，三秒，两秒 ，OK，Go！、OK， 兄弟，你已经死了，哈哈，没闪现还敢得意啊？哪里走？好啊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我就看你能走多远。螳螂来了！呼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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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！有一点点尴尬。呀！我挂了。哦，目前比数6-5啊！螳螂怎么砍他那么痒啊？砍都砍不死的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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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危险危险！痛痛痛！哎呦，对面没闪了，火人没闪，火人没闪！哦，哎呦，我被烧到了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啊，我怎么没有助攻？消一下 AD 的血。AD 的血量竟然归零了呢！再收一个这个，漂亮。好，比数12-9，不过我们好削啊！今天有魔镜之夜吗？有机会吧。今天可能会有西门吧，有西门就好多了。啊，秀趴，啊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接近火人啊，不要玩火。哎，好痛，好痛！哇，他们打得比我想象中的还痛啊，还以为我 hold 得住的。火人没闪，没闪是没闪，但是我们竟然没打中了。哇，那个晕竟然没中，哎，太可惜了吧！我是觉得角度好像瞧得不是很好。
我不后退，我不能后退啊！身为一个男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那肯定，哎呦，没中，哈哈哈，又没中，没有，刚刚是他放歪了，不然照理来说是不会这个样子的。你说是吧，塔里克？哎，挡一下哦！好，消点血，进场。哎，有个卡萨丁哎，哈哈哈！哇，卡萨丁原本要去河道的，看到我们的这个头巾销售员走过来，高速绕跑了。哎呦！嗯，哦，有一点神闪现了，我要死了！啊！啊！我刚刚就应该闪现，把饭杀掉了。螳螂也要消失了，丢嘞！啊丢丢！啊，被吃掉了，可惜啊，我就这样死在这里了。小心啊，螳螂！小心努努啊，还有 TP 哦！螳螂看起来要把他砍死了，碎啊！来了来了，队友都来了。Double kill。我刚刚那个进场的位置简直完美啊，两下普攻收两个。当然前半那是一定要观察一下状况了，而且要隐藏起自己的生态，我总不能像个这个铜牌像个铁牌一样傻傻的冲进去。哦，对面感觉是要送光光嘞。Double kill，饭这个时间被我 A 两下就准备消失了。嗯，墙壁太厚了。那个墙壁好像改厚了一点点了。好，等一下这个好了，等一下我的飞机包现在可以烫多少？每秒400滴，持续5秒，大概等于3级的蓝宝大招吧。哇，有火有火，很烫。哎、欸、哎呦，很多人。嗯、啊、你也别想走。我想说飞进去，我原本是想说飞进去应该可以刚好撞到他，然后火把他烤死了。哦，要是塔里克帮我开大招我就三杀了。没人预测得到。那是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行啊！你们不要觉得别人也不行，人是有无限可能性的。让我来杀个火人，旁边这个，那个饭怎么敢半血站在外面的？哦哦哦，雷兹跟鬼一样 ，A 他一下。刚刚火人是怎么解掉了、啊？我看他身上也没头带啊。GG，还有在玩 Twin Name 吗？现在没有在玩了。现在就加减挂一挂而已。这就是友情吧。